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。对马战鬼。哦，我刚刚才发现，这个是正职，为什么奇怪？那奇怪，为什么中间有一个人，我一打都没有反应，原来是自己人。这好笑，然后我终于发现那个鸟就是带我来这边而已。原来，哈哈，好了，我们继续。就是找尸骸而已啊。话说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Audible 这个网站，它就是一个可以，就是亚马逊的一个附属的平台。他又知道了。然后刚刚说那个 Audible 的，其实就是，就是想说，不过当然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有声书的一个平台，你可以加入会员，就是订阅他们。然后订阅之后，每个月就可以有一本，也不是真的是一本啦，就是，一个橘子。然后，就是你可以拿到一个类似金币的东西，然后你就可以选一个你想要的有声书的，类似档案，就是类似购买了，反正就用那个金币去购买。那我其实这一两个月，我订阅很久了，是一直都没有在听。然后我就这一阵子才开始听，我发现原来蛮强的，就是你如果选到了不喜欢的书，你还可以退耶。你退了之后，那个金币就会立刻回来。那我，我觉得说，应该是如果他看到你，就是应该听完了，他就应该不让你退吧？我觉得啦。我那天买了，然后是真的没有听过，就是听了一下下而已，还几分钟、十分钟而已吧。
一本有声书大概都好几个小时。所以我才想说要换，就是要把那个有声书的档案退回。哦，他们怎么了？被失踪了。去把他赶出来。对，然后我就是想说，嗯，那个平台真的蛮好用的。只是蛮推荐给大家。所以就推荐给大家，如果大家想，它里面什么语言，就是很多语言都有啦，日文、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意大利文都有，可是就是预计就是英文的书还是最多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其实可以去订阅。那我不确定台湾能够订阅。哪一款？就是哪一个国家的？像我们，就是英国、美国都可以订阅吧？应该台湾也可以吧？我猜。大家自己再比较一下价格喽。
降临哦，还差两个而已。我当跑腿了，要跑回去。所以正子夫人还有任务哦。他们其实任务都加好少哦。石川还有没有啊？到底？石川应该是还有任务，只是说不知道在哪里耶。上面是暂时还没有东西吗？所以我第一幕就可以那个，我这个没完成嘞。我什么时候看到这里有牌局？什么主题？哦，宁静，隐隐树阴体，晴空半明星，这个好了。哇，这个翻译应该不简单哦。不能伤，还有吗？应该只有这三个。那我就这个吧。夜夜什么阴森法？一日剑锋啊，这个好了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对错吧。他只是让你应该只是让你玩一下吧，我觉得啦。那所以呢，我可以去这个了吧。但这个我比较想要单独一集耶。呵呵。
还是我先回来升级好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第一幕应该是蛮重要的，直接给他一集好了。那我们先在外面晃一下。有礼物哎，我记得礼物。还在后面吧。短刀675毫升。的礼物，这里吧，礼物，谁乱叫？100个物资。就这样啊，当时你还叫对不对？也是金鸟，我还没跟完呢，其实。这里有你吗？真的假的？这有什么特别的？这有没有特别啊？好了，看一下我的，我不要弓箭。伤害加大，好，这个我蛮有兴趣的。这个呢，珍宝这个还好，这个差100多，好了，还好。那浪人，这个还好，好了，我们就先这样。那没有什么问号在附近，帮我走一下这里好了，我们用走的过去。传送到这里用走了，我们来看看到底中间白白的都是什么。我们走到那边就先结束了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找到所有盟友了吧。我觉得这好像有东西可以拿，我的马豹跑到最下面。这个不错用，好用走的，看看这边有什么。是水吧？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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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这是我还没探索过的，
小松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什么东西？风铃而已，好。还有人吧？没有了吗？哦，就这样啊。欸，有在那边。我想说，会有看到一些有的没的才对。你是谁？你是恶鬼。我看他本来在想杀你，不是吗？跑一个圈圈好了。很好奇下面还有什么，没想到我那么大片没有那个探索。就这样而已，人也太少了吧。再往中间一点好了，顺便看一看有没有什么。我以为这边是问号，结果没有。想说要把中间那个点点打完，还有什么悬崖上吗？这里吗？还不是。这应该没降临的吧？我直接单挑好了，半弓击杀三名敌人。
等一下，他该不会可以观察的吧？他感觉就是可以观察的。对，啊，原本就可以解锁了。嗯。我就不要那么急啊，因为那么多五十。真的，我觉得超多狐狸窝的。到了吧？真的超快。好的，参拜。狐狸，这边附近有没有什么？哦，这边还可以跑，那我走这边。直接解决三个，这有什么？多少宝物？哦，
物资。现在就是一直有机会就对峙，然后希望可以挽回我的一点荣誉。温泉，好，看一下这次损失什么。母亲好了，刚好说到母亲。就这样，现在最大生命值也加太少了吧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到这边结束咯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